首先刀肉合起来嘛，你看这刀肉合起来，再看上面这个对比一下，这里啊，接近来一点，这里不是有一个滑槽吗？你看它上面里面有一个轴承的，轴承向下，这是垂直下来的，刀就可以来垂直下来。如果是不对的话，那你就要把那个这个皮带拆了。它这皮带是靠这个螺杆来拉的，这上面的螺丝一松掉，这上面螺丝一松掉，然后这个一拧，往里面收收，这皮带就松了。松了之后，你看它就把这个东西调整回来，垂直的，轴承向上，拧这一个，这个可以动的，拧这个就把它调回来就行了。